你刚刚打你那一巴，为什么不躲开？我没来得及嘛，我也不知道我妈那么凶啊。要是咱俩身体没有互换，你妈的那一巴掌打的就是我，你会维护我吗？你不会，因为那是你妈，所以你下意识认为是我做错了。哎呀，先不说这个，现在咱俩咋办？我不管怎么办，明天去民政局，这回我必须离。 结婚必须离，不是离婚啊！我公司怎么办？员工怎么办？就我公司那些事情，你能搞定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什么样子，你爸在那旁边又不帮忙，那默默的事情你能搞定吗？等身体换回来了就去离婚。不是你，默默这次饿醒了，你去喂他。我拿什么喂啊？用你劲儿饿喂。 奶粉也不一样啊！你难道不知道母乳才是最健康的吗？把默默抱来。哎，我没有相关经验，我怎么喂啊？喂奶需要什么相关经验？你只需要掀开对准就可以了。掀开对准？哎，默默。哎呀，我疼！哎呀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你们跑什么跑？妈，你进来不让敲门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敲门？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给我等着。我哪里知道呢？这哪到哪儿啊？算了，我带默默对着奶粉。哎呀，默默啊！哎，你喝了它，这是今年我认识的神仙结婚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东西可贵了？你给我喝了它。 妈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妈，星白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一瓶有好几万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里面的成分你知道吗？就给人喂。妈，这你想清楚啊！这些东西我喝下去，默默喝了我的奶，出了事您负责任吗？妈，哎。
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啊？你不是妈，我没教养的东西，竟然还大呼小叫！妈，您别无理取闹了，我明话跟您说，这东西我不会喝的。你要是再闹的话，我就带着苏新白跟孩子出去做。新白，你这个老婆，竟为了这个赔钱货欺负我！我赞成阿乐说的话，还有，我的女儿不是赔钱货。好。你们好得很！对不起啊，你不知道我妈平时是这么对你的。当初在产房外知道我生女儿的时候，她转身就走，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安乐，对不起，我确实对你和默默平时的关心太少了，但是我公司的事确实太忙了。我以后一定抽时间多陪你和默默啊。时间不早，我去洗澡。哎，你没想好？还没想好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啊，原地备胎，春兰中。来，穿这个。啊？我穿这个？你平时不是很喜欢的吗？我是看你穿挺喜欢的。我穿这个有点变态吧？那你想穿什么？我就穿我平时大裤衩不就行了吗？那我穿什么？哦，你记得护肤啊。哎，你那个瓶瓶罐罐我不会用，香皂也行。不行。来。这个呢是洗面奶，这个是身体乳、沐浴露、洗发露、护发精油，知道了？身体乳、沐浴露、洗发精油、洗面奶。什么叫洗发精油啊？这个是身体乳、沐浴露、洗发露、护发素。身体乳、沐浴精油、护发。你有没有用心记啊？我以后慢慢记嘛，这次先用香皂洗了。你洗吧，就这一次。安乐，我想了想，要不我们还是出去住吧。我妈那个性格，我确实有点不放心。千万别，就你爸那个身体，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？你们苏家人非得把我妈惨了不可，说我吹枕边风怂恿你出去，我罪恶滔天呢，我沈安乐可不背这个骂名。委屈你了。明天我去公司，那默默呢？你快点去公司吧，明天我们先去商场给默默买一些她用的必需品，然后一起去。还有，要是明天一早我们身体换回来了，就立刻去民政局离婚，听到没有？装睡是行。一个晚上还是没空，什么东西？他，
他你不熟悉吗？这不正常生理反应吗？原来烦死了，一个晚上都没忙完。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你知道什么？你除了公司的事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怎么骂了？大清早的又骂。我忘记装默默的安抚奶嘴了。哎，金白，过来吃早餐呀、啊！马景真早上呀，特意买了你最爱吃的包子。哎，你要拿什么东西，叫沈让乐帮你去拿。妈，我不饿了。哎，你去拿几个包子，一会儿路上吃。你们这是要去哪？我要带着默默陪星白去公司上班。星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上班带女人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沈让乐走了，家里活谁干呢？妈，安乐是来家里当保姆的吗？妈，星白说了，他离不开我。最近这段时间我都会陪他去上班，不能分开，你说对吧老公？好恶心啊，他喊我老公的样子。对，他离不开我。那我去装一下东西了。刚刚我在电梯就想问你，为什么我的胸部看起来这么奇怪？老公你是不是没有穿内衣？没有，那东西太美了，水来有水呼吸都失常，明白吗？聪明你大爷，把腿抓起来！再跟你说一次，内衣必须穿，不然以后我胸部下垂了。等一下跟我去商场买个穿上，听见没？不是，那东西太……闭嘴！我的身体我说了算，苏总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是来跟您汇报行程。啊，你说吧。20分钟后，集团委员会需要出席。今天下午3点，与林总私下开会。晚上7点，陆总那边有个酒局需要您参加一下。这么好事？对，这已经是按您的吩咐剔除掉不必要的异常。我先去准备会议。这已经剔除掉没有必要的异常了。是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平时在公司没用的社交太多。我什么都不会啊，那等一下开会我要说什么？没事，来，戴上蓝牙耳机，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记住了？没事，老婆，相信你啊，没问题的，霸道总裁嘛。通。哎，孩子。啊、哦。双手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我去了。怎么办啊，警察？说啊，我要学校了，没跟上怎么办？我认为咱们不能跟飞跃集团合作，他们能让出来的利润太低。你问他要多少的回报率才能够？那一宋总之见，飞跃应该要多少利润回报率才算多呢？最少20%。他是只做短期是吗？那以宋总的意思是？咱们只做短期单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一锤子买卖，利润都让完了，明年就不合作了。当年你父亲在的时候从来没有质疑过我。疼一下沈让乐，拿住。那我父亲都已经退休了，那宋总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功成身退，让给别的新人保管？你好啊，小宋总，你现在是翅膀硬，连我们这些做叔叔辈说的话都不行，真行啊！那下面还有什么心得意见吗？你可以啊，沈让乐。看来我还是有些霸道总裁的天分呢。哦，来人啊，抓色狼！你厕所有色狼！呀，特别乖，把门开开，我脸过敏啊。啊，对。你背着我干什么？
里有我背着你能干的？完了，来，你每次撒谎的时候都有一个惯性动作，就是要摸鼻子。啊？是吗？没有吧？老实交代。苏总，不好了，咱们公司出了一个色谎色狼。色狼？对，公司的人都传遍了，说有一个色狼在女厕所偷拍女同胞。那监控没拍到吧？那小子跑得特别快，等保安过去都跑没影。不过我们调取了监控，也只拍到一个背影。不过有一张戴着口罩的侧影。查，必须严查，在厕所四周加几个摄像头，避免此类事情发生。好，我这就让采购部多买几十个摄像头过来。说说吧，怎么就进你厕所了？哎呀，我一时间着急，哪想这么多啊！不过你应该感谢我随身带着口罩，不然你就是厕所大色狼，是不是？好，下不为例啊。那个，今晚还有一个应酬，只有你会找我去，记得要见机行事。我不会呀、啊，我刚刚应付完开会，紧张的要死。那今晚酒局我要做什么？看啊，高冷 BK， 就是咱俩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让我学的那些霸道总裁文里的男主角，就暗恋你。女人。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，是这样吗？老公，不是你，老婆，你开心就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小苏总，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是把你盼来了，快请坐。每次约你啊，你总是推脱说要回家陪老婆孩子。咱们男人啊，还是事业最重要，没有咱们在前面打拼，家里娘们儿用什么？你说是吗？要不是家里的娘们儿为你操持着内部，你也没法在商场上安心的打拼吧。小苏总说的对，来来，大家喝酒，来喝酒。我不想喝。小苏总这是和我们开玩笑不是？哎，莫不是小宋今天想玩点特别的？特别的是什么？小宋也不早说嘛，最近啊我刚认识了几位女大学生，你看看这样的身材，我保证你成功一次忘不了。苏新白，原来你每次聚会都搞这些是吧？离婚，这婚必须离。崔总可别胡说，我们小苏总什么时候跟你们过一些？哎，好你个周芳，你还替他说话。我今天也是一个建议嘛，小苏总每次来不是吃菜就是喝酒，无聊得很。那么请崔总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。好的好的，好，不急不急，来咱们喝酒喝酒。你们喝吧。各位，先失陪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小苏总请，换完水回来，咱们继续喝。是我陪你走，你今天喝的比较多。我没有在这儿。慢慢慢喝，慢走。小苏总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前两天在我这放的避孕套，我可放的好好的。等着你来拿呢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回来了，我老公睡着了。哼，你今天知道我平时在酒局啥样了？这么累啊？我算是彻底知道了。辛苦了啊，我去给你泡杯蜂蜜水吧。苏清白，你真脏！
子，你怎么了啊？你别碰我！告诉我，陈百合的事情，为什么他家里会落下你的秘密？这秘密，那陈百合跟你说的？你们果然认识，老情人了吧？啊，每天这么晚回来，感情是陪完小情人再陪大老婆呗？扯啥呢？你这么说我是吧？你为啥老是纠结这有的没的？我苏心满跟你在一起的那天开始，就没多看过别的女人一眼，行吗？是啊，好话谁都会说。那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咱俩好好说，行吧？对，不是认识，但是就仅仅只是认识，我俩就是酒局上倒过一两次酒的那种关系。你看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又不信。反正我问心无愧。哦，你问心无愧，现在又是我无理取闹了是吧？啊，行，我现在打算离开这个家。你别碰我！哎，不，孩子睡了，我不跟你吵，好吧？你能不能遇到什么事情，你相信我，你不要去第一时间怀疑我。我相信你，我以前就是太相信你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件事情我会跟双方父母说。可是我怎么可能？佳乐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吵，你是不是要闹翻天？对，是我要翻天。我告诉你，我出轨了，我和一个陪酒女上床了，而且还在人家家里留下了个避孕套。哎呦，我以为是啥呢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还非要整出个大事儿啊？就这么点事儿，妈，您的心可真大呀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儿子一天在外边应酬多辛苦呀，回到家里你还要跟他吵架，逢场作戏，你懂不懂？这男人嘛，在外边有个三妻四妾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怎么呀？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弄得不得安宁才高兴呢？所以您觉得男人出轨是件正常的事是吧？如果哪一天爸在外面找个小三，说妈，你能理解？苏小梅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妈妈呀，你是在揍我呀？哎呀，好了嘛，我现在要跟金柏单独谈谈，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苏金柏，你说当初我们为什么要结婚？如果知道结婚是今天这种结局，我宁愿离你远远。可惜啊，根本。安乐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但是我保证，陈百合的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回娘家。安乐，小安乐，哎呀，你别走，静白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去沈安乐家待几天。什么？你跟沈安乐吵架，你要去他家住？嗯，苏静白，到底哪边是你的家？谁才是你的妈？两位让一下。妈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哎呦，心白，怎么了？安乐欺负你了？妈，是我受的欺负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们说，我跟你爸给你做主。哎，没有妈，我们两个就是有点误会。妈，其实我们两个那个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跟新百合好好谈谈，真没事。没事瞎折腾回来干什么？吃饱了撑的吧。哎，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晚上睡觉可轻，你俩别搞出什么动静，我翻也不认人的。安心，怎么说话呢？新妹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跟妈说一说。妈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说我跟苏新柏身体互换了，说我要离婚，说我朋友每天嫌弃我吗？妈妈会担心我。新柏，啊，妈，没事的，我跟安乐有些事情，不过放心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你们不想说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但是星白，我作为安乐的母亲，我还是想跟你聊一聊。你之前呢也说过你不想接自己家的公司，你想开个咖啡厅，想做做美食，还想多抽时间陪陪安乐。另外呢，你之前也说过你父亲身体不太好，你接了公司呢可能会身不由己，这个妈都理解。
苏新白竟然和妈妈聊过这些，他饿着了从来都没跟我说过。但是新白，我是安乐的妈妈，他快乐不快乐我看得特别清楚。自从他嫁到你们家生了默默之后，我每次见他呀，我都觉得他很疲惫。我想你们俩好好聊一聊，把话说开。这吵架呀，他会伤感情的。有些人吵着吵着呢，他就散了。但是妈不希望。苏新白，我刚刚和你妈聊了一下，有些事情是我太过于武断，只相信了陈百合的一面之词。不过那也是因为你没有给我足够多的安全感，我才会这么想。安乐，我现在肚子好。怎么了？你还大姨妈了？那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怎么用这个屋子呢？现在你是个女人，我才是大老爷们儿。这日用的夜用的有啥区别啊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，白天呢用日用，晚上怕侧漏呢用夜用啊，如果量多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夜用，懂了吗？嗯，你教我，我不会。那你把裤子脱了我教你。哦哦，首先呢，要把它撕开，然后往上贴，啊，不是这面，你反了，两边折进去，折进去。哎呀，苏新白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凶我？啊，对，你怎么样啊？昨天晚上疼不疼？疼了一晚上，看你睡得太熟了，就没叫醒你。不是说小小的痛经能奈你何吗？咱们的小苏总还能不能坚持？给我热水大夫。哎呦，安乐，新白吃早餐了。哦，好嘛，安乐他痛经他去不了。那就晚点吃吧。你就坐这儿呗，安乐一会儿才下来。哦，同样都是女人，什么就是要比我娇贵一点哦。你就是来个例假，还要卧床，还要你去伺候，对吧，姐妹？我老婆身娇体弱的，哪像大姐你啊，这样很无用。更何况她是我老婆，我愿意就行。这就对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安乐今天都在家呢，有个事儿跟你们俩商量一下。妈，您说。上星期拆迁办的来了，说是看上了这块地，要建一个什么购物中心啊？对，购物中心。所以我就想着，妈，这事儿我得说说你。沈安乐现在已经是苏家的人了，他的户口不在咱们家呀。咱们家拆迁跟他俩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妹夫现在也看不上咱们家这点拆迁。安乐和你啊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得一视同仁。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这笔拆迁款下来以后啊，我那份啊就给安乐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咱们家的拆迁款凭什么要给她沈安乐？爸妈，我现在没结婚，你们俩以后可是要我给你们养老送终的。还这么高。那那沈安乐可以啊，但是你跟妈以后有什么？沈安心，你说话能不能有点的？什么叫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？所以当初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一直秉持着这个理念，一次都不回来看爸妈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现在是我们沈家人在说话。大姐，大姐，那你把你的想法当着我的面再说一次吧。沈安心，当初你结婚的时候，我拿了20万，爸妈拿了30万，
这50万到手以后，你是一次家都没回过，现在你还有脸跟我提户口本和赡养老人的事儿？完了，你现在都嫁入豪门当阔太了，你还回来跟我抢什么钱？你行。今天当着爸妈的面，我就给你把话放这儿，拆迁款的钱我一分都不给你，但是我会找专人做工作，除了你的那份，爸妈的始终是爸妈的。哎，没问题呀、啊、沈洛，反正爸妈百年之后这些钱都是我的，你自己说的啊，一分都。你居然咒爸妈死。沈安心，你掉钱眼里了。你够了！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个饭，桌子头发掀了，这么喜欢吵架，出去吵完了怎么了？爸妈，陪家吃了饭，我和安乐就回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回去再好好谈谈啊。嗯，是得好好谈谈。爸妈呀，怎么回来了？有本事住在娘家，别回来。妈，我们俩今天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跟新柏决定搬出去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刚刚安乐说了，我们决定搬出去住。以前觉得爸的身体不好，在家有个照应，但现在不行。老头子，你看看。这就是你叫你出来好儿子，现在都听着安乐这个女人说话。儿子，你们真的决定搬出去了？对。哎呀，你们有想法我支持，不要有任何顾虑啊。好好好，不摆，你要搬就搬走吧，我就当是没想嫁你这个儿子。爸妈，对不起啊。我只是现在这个局面，我担心以后会有更大的矛盾。啊，你们坐吧，啊，我理解啊。累死了。辛苦了，累吧。你们公司这些尸位素餐的元老们，真是一个比一个烦。决定好了事情还能推翻，而且明里暗里的威胁我，真他娘不把我当领导。沈安乐，你爆粗口了哦。跟他们开会烦死了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我不烦。我带你去看新房子。行了，我还带了你好闺女来了一起。哎，妈，你选的地方好大呀。是吧，多亮堂呀，这么宽敞的。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地方我选了好久了。来看看。哇，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家，哎，现在实现了。虽然是租的，但是也很满足了。啊，不，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这是你买的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每个月工资给你，你又不要，我就存起来了，然后问我那几个好哥们借来，我就全款一下。没想到你还挺会存钱的。你老公是宝藏，可会存钱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你那手。啊。你洗澡的时候有做小痣吗？我不是叫你天天做吗？你皮肤这么差。是没做。你们女人洗澡程序太麻烦，这这那那的，我又记不住，想怎么抹不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沈安乐，你自己不是女人，干什么吐槽女人？喂。哟，不见了！你平时不都天天高跟鞋吗？今天怎么了？不酷不酷，带孩子方便吗？哟，我的女儿，出来！我来吧。哇，还没看出来呀、啊，苏星白，我上回见他的时候，连娃都不会抱的，现在都会喂奶了。啊，熟能生巧嘛。哎。这个，安乐，你记不记得高二那年，在我们家卧室偷偷看 VCD 了？那天晚上，
这女人还是这么鸡贼，明显就是在怀疑我。高二那年我们，你看高二的事儿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哪记得呀？忘了。为什么你说？哎，我都不记得的事，他哪知道？哎，微微，高二那年我们看的是一部十八禁的，边看边害臊，后来被父母发现，在家里打了三天。哇、哦，你高二就开始看这些东西，比我还早一年呢。女生早熟嘛。你们俩有问题。首先，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你们俩是不是参加了什么整蛊综艺、晒臭录像的？摄像机呢？微微，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像做梦。你不要用这张脸做这种表情。大爷，你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这一会儿有多少奇怪的脸。和谐。微微，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像做梦，以为第二天就会换回来，可是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是，那你们没去医院看看呢？我们怎么去医院？我们给医生说，哈，医生，我们两个人身体互换了，请问怎么互换回来？就当精神病抓走了吗？也对啊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换的呀？微微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天在家里跟苏星白吵架，后来从楼梯里摔下去，醒来就这个样子了。事情就是这样啊。家，好你个苏星白，你，不是，我骂不了你这张脸，你敢在我们家欺负我们家安乐哈？你个渣男，王八蛋！危险！不生气。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事想找你帮忙。说。你不是一直都自诩私家侦探吗？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陈百合的陪酒女。陈百合，陪酒女，你出轨！我苏醒白，我今天我非要你轻一点，微微。干嘛？你不觉得这其中另有隐情吗？对嘛，薇姐，你先听我说。那个就是。我怀疑吧，是有人收买了陈百合，然后陷害我，拍下了我，拍下苏星白和他拥抱说话的视频。拍这视频干嘛呀？这挑拨你俩夫妻关系？知道丑闻吧，以后好在公司要求。不是你这个这在公司也能叫个事儿？你想想东哥的事情，东哥。对，你也知道，公司很多元老不服我，他们防着我的同时，我也要防着他们。最重要的一点吧，是我不想因为这点事伤了我和我们家安乐的情嘛。行，这事儿交给我，谢我薇姐。怎么，今天见个微微就把你累着了？累。是真累，他怎么那么能做，全程都在教育我。放开，热不热？不放，我的身体我摸一摸碰碰怎么了？说起来我们好久都没有那个。苏星白，我都变成女人了，欲望还这么强烈，满脑子的思想龌龊。拿嘛，老婆试试嘛，用你用我的身体玩快乐，别联系我。你个变态神经病，满脑子思想龌龊呀！陈了，你这身体算是废了啊！我稍微一点劲儿就要喘。你想啊，我们这身体还不知道什么的话，万一我们都有需求，我没需求。老妈老公，我试试嘛。果然，微微说的对，男人嘛，得过他在墙上才老实。今天晚上应该是。小苏总，
真的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楚苗苗，姐姐好，姐姐你认识我吗？我听我老公说过。哎，小苏苏，这一次你让我去国外，我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。这次去还蛮好的。哦，是吗？学到很多东西啊。啊，那就行。啊，你们待会儿干嘛呀？我请你们吃饭吧。吃饭？吃饭倒不必了吧，要好好报效公司就行。我一定会的。啊，那个老公，我们去吃饭饭吧，人家饿饿。哦，饿了。那我去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行啊。就那一个。是微微呀、啊。喂，微微。哦，陈百合啊。那你把地址发过来吧。行。拜。刚回青海的时候带了手环。走。我们先去把某某送了你妈奖励，让我好好过这个月。跟我走。小苏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嗨，你好啊，野百合。你是？我是苏总的太太啊。今天我来这儿是拿回我老公那儿在你那儿的东西，你具体说说。就是前几天。前几天？具体是哪天？他在你这儿待了几个小时？监控这些的，我一会儿会去查的。苏总，那天喝得很醉，非要跟我回来，然后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哦，那请你具体说说发生了吧。哎，不过陈小姐可能有一件常识还没弄清楚，一个喝得很醉的男人是没办法做任何事情，比如说和女人发生关系。啊，我记错了，苏总，你那天没有喝得很醉。可是刚刚他说我喝得很醉。陈小姐这前言不搭后语的，很难让我老婆信服啊。嗯，苏总，您那天做过的事不承认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陈百合，你知道什么叫诽谤罪？什么？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。老公，那既然说不清，那就只能报警。对呀，那只能找警察叔叔了。对不起，苏总、苏太太，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他们就会抢走我的孩子，是不是姓宋？苏太太，对不起，你们可以报警抓我，但我真的不能说，我还有个孩子，我还是个母亲啊。我也是个母亲。你破坏别人家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原来我真的误会苏新柏了，还说了那么多伤他的话。新白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，没有给你足够的信任。没事儿，就是你当时不分青红皂白打我的时候，确实有点生气。来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知道啦。老公，那我们今晚可以过夫妻生活，我好幸福。要抱抱。哎，好恶心。哎，你就从了我吧。老公，你该交作业了。安了我们。不行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老公。电话。谁呀、啊？嗯。是你妈吗？喂。什么？你妈被打了？哎，就我妈那性格，还有人敢打呢？哼，我要看你是谁！夏天芳，你不讲理！这地方本来就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凭什么带一群人在？你胡说！我最早发现的这地方，不过是业务家里有事，我一直没来。我们就是我们的，姐妹们，我们事儿。哎，你们走开！我们事儿。放开我妈！放下！妈，没事啊，没事。谁欺负我老娘？小心！你敢跟我打？你进去啊！来呀、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们可真能干啊！尤其是你安乐，我还不知道你有这身手呢。打架的招式跟行摆是如出一辙，好的不行，就学了这是吧？你要说说我，今天要不是安乐，
我都被那几个猫欺负死了。我妈只是被你感动了。被你感动的，我可不会那些招式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先回家吧。哎呀，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妈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今天居然被那个死光头踹了几脚，以我的身手，我竟然被踹了几脚。好了，回家回家。你去看看安乐，他今天为了保护我，被那几个人抓伤了。你把这个拿过去，去给他上点药。嗯，好。啊，对了，默默最近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在他外婆家呀？您不是说默默是赔钱货吗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你们搬走这几天呀，我天天都在做梦，梦见默默对我笑，我就推开你们的卧室，看见孩子的小床。唉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知道也没什么用，但是我就想在你面前说说。你们搬出去了，也就搬吧。不过呀，你们以后要经常回来看看你们吧。好。回家。哎，等一下。拿上这个，拿这个干什么？这个可是去年你在法华寺给我求的，我想拿到新家去。走。苏新柏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晚上话这么少。我气，我打架从来就没输过，我今天不仅被挖了，我还被踢了。我看就是你这个身体。哎，你看你这个反应啊，这个速度啊，这力量，这明显不行了，得练。我一个女人要这么强的力量干嘛？对，还有你，你也得练。我就当我是这个很强。苏清白，你这个胜负欲已经很强了，你拿我一个瘦女子的身躯一滴吧，你错了。这就不行。嗯。哎，我也太小了。听说过我的传说吗？是吗？我们那片有个传说，你打听打听北街十三巷，打听打听谁是王。哦，好的，苏王，咱们别想了行吗？我们明天还去会会宋博文呢，可怎么办嘛？这样，你先听我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呢先从办公室开门见，然后啊，你呢就是都散会了。宋叔叔，你稍等一下。清白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说起来其实挺丢人的，不过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跟谁说。您认为宋叔叔对我这么好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好啊，有什么事儿坐下说。宋叔叔，这原本也是家事，我也不想说的。不过沈安乐真的太过分了，他竟然怀疑我出轨。这不可能啊，你跟安乐的关系感情一直很好吗？是，不过不知道是谁安排一个陪酒女在一个酒局上对我暴露暴暴，而且还拍下了视频，结果被沈安乐知道，他现在天天抱着孩子还跟我上班。这谁这么大胆子，居然敢偷拍你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要是被捕知道是谁在背地里陷害他，我一定跟他来个鱼死网破，这事不能，你说对吗？啊，金南，放心，这件事儿找他。苏总，我来报告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阿星起来吧，待会儿心情就回来了，那肯定不好。外面秘书干什么去了？程苗苗，谁教你是总裁办公室的条码？我也不知道，外面那些秘书姐姐们都不在，所以我才进来的。现在你看我凶我干嘛呀？是我话没说两句，你哭什么呀？出去！哎，姐姐，这些资料可千万别动啊！这些资料都是公司很重要的机密文件，你要是不懂的话，就千万别翻了。闭嘴！程苗苗。你女什么女什么提醒？你再说一次，出去！我，哎，你不是苏总？其实他没有对我怎么样。苏总，
陈新白。那我最讨厌工作的时候有人打扰我，一进来就一顿绿茶反应，谁给滚！像你这样不讲道理的女人，凭什么霸占小苏总吗？他那么完美的一个男人，怎么会配上你这种女人吗？老楚，哪个不长脸的？苏总，我帮你。嗯，所以宋博文后面肯定还憋了什么招，他知道你的用，你在隔山打牛。嗯，我觉得宋博文这个人心机很重，他今天看我的时候，我的汗毛都快竖起来了。要不是昨天晚上你陪我演练，感觉快演不下去了。老婆，宋博文这个老狐狸肯定还会想尽各种办法刁难你，大不了的话就马上给我打电话，或者干脆不要回答他的问题，跟我商量一下。老公，我以前都不知道你管理公司要这么辛苦。嗯，媳妇儿，难得听到你说我辛苦了。没事儿，这算啥呀？最辛苦的时候是我刚接手我老爸公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是前有狼后有虎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一心只想开一个咖啡店，可是结果呢，我每天晚上都能做梦，梦到这些老东西要撕碎了我。不过还好，也算是挺过来了。安乐，人家这么一个小可怜，你就不能安慰安慰人家吗？我刚刚不是安慰过你了吗？那不算。知道我做什么？你死了！不行，苏金白，我是男人，你那样，我那样，我真的没办法那个。那我不管，你那我，我是愿意的。给我点时间。好吧，那你再让我听听。啊，苏新白，啊，不动了，去睡觉了，晚安。你个狗东西！小美，嗯，醒了。嗯，醒了。等我洗个脸，我们去公司。哎，今天周末你忘了，总裁再忙也要休息的嘛，是不是？安乐。我今天想带默默吃我爸妈家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阿姨，安乐呀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说什么？有没有人通知你啊？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家出事了，你妈正闹着跳楼呢。妈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香，啊，我真不行。妈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苏月月啊，儿子、儿媳没外甥女儿都回来了，你告诉他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媳妇儿，我怎么？好，我听你说，你们的爸爸出轨了，女儿是在小区的，女儿七八年了。比我小个十来岁，我们还在一起唱歌跳舞，有时候呀，我还经常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。我想啊，这个家里就我们老两口多一个人，多一个照应。爸，安乐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一来二去，我。竟然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了！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安乐，妈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站在妈的身边为妈说话，都是妈不好。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妈今天都给你说声对不起。妈，不说这些，你快下来。只要苏远娘能回心转意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那爸该不要跟你。明白。看来你是最了解你爸爸，他竟然对我说咱们离婚吧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
他竟然为了那个女人花了3000万买了一栋房子。爸，你我嫁给他这么多年，他连一个钻戒都没给我买过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花了3000万。傅远来了，我妈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问你花了多少钱？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跟你妈没说之言，没什么感情。那遇上了小猪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你跟妈都结婚多少年？你说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生下我，没有感情生我几十年。你现在跟我说没有感情？星白，我觉得你不会理解我。他永远都不会懂你。妈，没什么难，你先下来啊，下来再说。苏月亮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说不，我好了，不用问他了。妈，我都知道了。昨天晚上我哭也哭了，我闹也闹，可是他们心一点都没动过。啊！叫我的名字，我恶心。莫不？不是奶奶，奶奶也是个女人。对不起，默默，我们家的默默，以后长大了肯定是个幸福、懂事、漂亮的孩子。安乐，妈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最多，妈，你一直不好。我不管你原谅不原谅，妈都跟你说声对不起了。啊，心白，我的儿子，这个家就交给袁康伟和袁天天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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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吧，停吧。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，妈妈明天就要火化了，我怕你撑不住。没事，咱们身体刚换回来，我的身体我知道。星爸，先去休息一下。滚。爸，你先去坐一下，这是我和星爸。星爸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聊什么？聊了我妈就能活过来，聊了就能当做出轨这事儿没发生，我们有什么好聊的？我是你爸，难道我都不能跟你说一两句话吗？爸爸，你有哪一点配得上这个称号了？我叫你滚，你听到没有？滚呐！这是张亮这个毒人呢？老苏，走，咱们两个聊聊。哎，进来。安乐，你说，我妈一个这么胆小的人，当初怎么就跳得这么决绝？她是有多么绝望，才会这么义无反顾？妈妈她18岁就嫁给了爸爸。这辈子只为爸爸活。可是他还有我，有默默。他当初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先下来呢？为什么只有苏远良？博文，这次你要怎么谢我呀？还是咱们家小竹啊最能干了。
那个苏远良不是花了3000万给你买了一套房？谁稀罕他那房子？你还别说，今天啊，我到灵堂看到苏新白那个崩溃的样子，哎呀，别提我多高兴。博文，你明明知道我的心里啊一直都有你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？我等你等了这么多年。急呀、啊！一件事情啊，都尘埃落定了是吧？我就去。新白，你都已经4天没合眼了，快去洗澡睡觉。等你醒了，我给你做大餐，好不好？安乐，我现在需要你陪陪我，我不能一个人。陪着你，走。妈，你先下来，你不要跳。你先下来，妈。什么？新白。先下来。安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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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晕了了吗？妈，没事啊，乖，走，你去吃饭。你看，我给你。安乐，刚刚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你不在身边，我好慌。你慌什么呀？你看，你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。我是怕我们换了身体之后，你就不要我了，安乐。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放心，我会离开你的。来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来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。你看，我给你做了粥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糖醋里脊，快吃。新白，你以后真的不打算再见你爸了吗？为什么要见面？他现在死了老婆，正是人生的大好时光。他跟他的小猪都住到3000万的温柔乡里了。可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嘛。他已经不是我的父亲了。明天我去趟公司，公司也积累了很多事情。好，那你先去，我去我爸妈家把墨迹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家里有点事儿不能来公司。苏总，今天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有什么事儿吧？今天有个决议需要各位董事会成员表决一下。我提议废除苏远良公司董事长一职，并且由我来担任。苏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远良的一职担任的就是公司的董事长。再说了，他也没犯什么过错。过错？谁说他没有过错？苏远良只是挂名公司董事长，公司的所有决策都是我在做，而且做的比他在职的时候还要。何况这些都是我接手公司总裁一职以来的数据，还有苏远良在职期间的数据对比，大家可以看得出这两年的盈利往往超过了我。那么请问我究竟哪里不配当上这个董事长的呢？那么现在可以举手表决了。江山是有人才出，但此案就在于这种能力的提升，我赞成。我们需要一位能带领集团走向更加美好明天的一位领军人物，我也赞成。宋总，现在就差你没有表态。我当然是同意。那好，公司集团马上下发 OA， 向各个部门发送组织会议，宣布我苏新白正式担任淮宇集团公司董事长一职。新白，要是小看你的魄力，官逼得意，自个儿我们以为谁不会落？哎，新白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哎，新白。今天的董事会罢免了我，
没有以前，我只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你跟小猪是怎么相知相爱的，谈你跟小猪是怎么鬼混的，谈你为博红颜一笑逃出三千万啊！不是，我是想跟你谈谈妈妈。谈我妈？你有资格谈吗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。看在我是你的父亲的份上，让我谢你默默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让我谢你孩子。孩子？孩子带过一天吗？说要见他根本不可能，默默没你这样的爷爷。还有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当然了，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登报断绝我们的父子关系。怎么样，默默今天乖不乖？可乖了，跟个小猪一样，吃了睡了睡了吃，刚刚玩了会玩具又睡着了。我去看看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今天不开心啊？是啊，今天召开董事会罢免了我爸的职务，他还在地库里拦住我说想说妈妈的事情，他根本就不配。金白，你有没有觉得整件事情都特别的奇怪，爸都5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会突然爱上一个阿姨啊？男人这种东西有什么奇怪的？你是说有人想陷害他？没错，我就是在怀疑这个。暂且不提是否有人陷害他，在他轻易接受女人勾引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。我们要想长远一点，万一这个女人背后的人是冲着你和集团去的呢？冲着我跟集团？宋博文？这样，我们干脆从这个叫小竹的女人下手，查查他到底是谁。明天我们先这个样。小猪啊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心白痛恨我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远良，你还有我呀。只是吧，这个地方我住的实在有点害怕，我们搬新家吧。啊，好啊。宋总，您要的资料我已经查到了。您可不知道这个小竹的来头，江湖人称黑寡妇。黑寡妇？没错，她从国外回来的，在国外跟着一个道上的大哥，可没过多久命门就死了，她也就回国了。之后也陆陆续续跟过几个，不过无一例外都被她克死，所以人称黑寡妇。若芳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谈什么封建迷信？这些男人究竟是被他克死还是害死，还需要更进一步查一查。想尽一切办法查，看他和宋博文之间有什么关联。哎，阿乐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哎，快进来啊。是安乐吧？我经常听远良提起你，赶快坐。我路过这边，正好来看看你们。啊，你最近好吗？哎呀，怎么能好呢？这一闭眼啊，就是你妈听着你的眼睛。不过还好，有小卓陪着。小卓阿姨，我有点好奇，你是怎么跟我爸认识的？我们两个呀，是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认识。图书馆？对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总喜欢去图书馆看书，这来来回回总有一些内容看不懂。远良呀，每次来都喜欢坐到我身边，一来二去，我们两个人也就熟悉了，每天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嗯。真好。小朱阿姨，那你知道我爸他有妻子？肯定知道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插足别人家庭当小三呢？阿乐，错就错在我情难自禁，总错事儿。但是我跟小朱是真心相爱啊，遇到了小朱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情难自禁。真正的爱情，那妈伺候你几十年算什么？夫家的保姆吗？安乐，我真不是有意要拆散你们的家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原谅。小竹，你总是这么善良。爸，我觉得新柏说的对。
小周阿姨，希望不能一直这样赖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怕我妈那老死的鬼魂半夜在你们后面爬去。阿乐，今天是故意来讽刺我们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平白无故来看我，还是别有用心。你走吧。好，那希望爸你也别走。阮良，小苏，别哭别哭，一哭我这心都碎了。苏新白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爸真的这有问题，今天可把我给恶心了。小竹的身份已经调查出来，是出了名的黑寡妇，跟她在一起的男人都死于非命。黑寡妇，我已经派周放去调查她身后的故事了，消息应该就在这几天了。周放，有消息了吗？喂，苏总，这个黑寡妇查到了，您看一下我发给你的资料。黑寡妇，小学文化程度，国外那个大哥真是他联合其他男杀的。回国之后又杀了四个男人。对，苏总，他好可怕。你害怕什么？我让你查出他和宋博温之间的关系，你查到了吗？没有，唯独这一点没有查。小朱和宋博文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，可咱们再去调查的人说，每晚九点之后，小朱就会从你爸啊，前董事长家中上一辆专车去两个小区，然后凌晨两点再回去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两个小区，每晚九点？不对呀，苏新白，我记得爸以前没有这么早睡过。周发，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跟那个女人。今天我要再去一次那个家。我要去找找爸每天晚上这么早睡的原因。哎，小朱阿姨，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？安乐，我们又要去哪儿呀？你怎么这么晚来了？这远良都已经睡了。来给你们送点补品。啊、爸，安乐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的。怎么会呢？你毕竟是爸爸嘛。这么晚了，小朱阿姨要去哪儿？可能有他自己的事儿，你赶紧坐吧。那默默怎么样啊？啊，默默，他可乖了，我爸妈也特别想他。这两天呢，我就打算带他回去。啊，好。爸，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哎呀，就是最近啊，不知道怎么一直很困，怎么睡啊也睡不醒。不过多亏有你小竹阿姨在这照顾我了。那真是谢谢小竹阿姨了，客气。爸，你要是困了就快去休息。那行，下回啊你早点来。远良，那我扶你进去。那你先坐啊。没有。阿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把补品放下。啊，那我来放吧。你去上个厕所。安乐找到东西了，周芳，
待会开车注意点。放心吧，苏总，我可是号称临港通缘拓海。那你最好是了。他得出来。我知道，让他先回去吧。我们等的可是小竹。苏总，你怎么确定小竹肯定会从这儿出？因为他对阿乐起了疑心，前几天才闹得这么不愉快，这么突然就出现了。你说他能不慌吗？人的心思呢，是由欲望决定的。人一旦有了欲望，就会慌张。他一旦慌张了，就会去找背后的人。哎，只是不知道宋博文这老狐狸是怎么勾搭上的。博文，哎，那走吧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今天苏远良的儿媳妇儿突然来了，神色有点奇奇怪怪的，我有点担心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。他们查得到我吗？就算怀疑，他们有证据吗？小竹，你永远不会背叛我。博文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无论你安排我接近哪个男人，我呀都只爱你。苏总，宋博文的车就从这儿进去。嗯，那走吧。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了。好。那，被你说中了。不是在厨房，就是在马桶水箱。好你个苏远良，居然背着我妈找黑寡妇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黑寡妇肯定跟宋博文讲了今天的情况，那个老狐狸只怕会起疑心。你的意思是先按兵不动？对，他肯定会试探你，跟试探我。考验咱们演技的时候到了。我煲了锅鸡汤给你送过来。谁敢喝黑寡妇的汤啊？那天晚上你来的太晚了，远良也睡了，我实在是照顾不周啊。阿姨这就说难话，没事。这远良这身体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差，我很担心。嗯，辛苦阿姨照顾爸了。安乐，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，是认为我拆散了你们这个家。难道不是吗？其实我是拒绝过原谅很多次的，但是每次原谅见到我以后都非常的痛苦，一边说他老婆跟你关系不好，一边说他感觉自己很压抑。结果有一天我们喝多了，就你们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一定不要这么对原谅的。小周阿姨，我跟我说这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是想把责任全部推到爸的身上，然后引起我和你的共鸣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安乐，我只想让你和新柏没事多去看看远良，他很爱这个儿子。真的打算让苏新柏去看你吗？他可能会撕了你的，然后拆了你们这个宿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为了远良的身体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好，知道了。阿姨还有别的事吗？我知道你们不欢迎我，我走。接着回去。嗯。喂，新柏。怎么了，安乐？不出你所料，黑寡妇真的找上门了，一顿柔情输出，耳朵才不干的话。他急了。苏总，我查到了那个小竹家的住址，你猜怎么着？他竟然跟宋博文是同学，更奇葩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跟我说他们是彼此的初恋吧？哇，苏总，你果然了事如神。你现在怎么？那走吧，去会会那个宋博文，顺便透露一下小竹的消息，不要让他们狗咬狗。哎，新柏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。
宋叔叔，我爸找的那个女人可能真的在跟他。这个，兄台啊，这些事儿呢，你还是最好别跟我说，毕竟这是你家事儿，我不好评价的。宋叔叔，你可是不知道，那个叫小竹的女人昨天找安乐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。她说什么？她说是有人要害我爸，害苏家，好拿苏氏的股份。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是不是你老听错了呀？不，她说她有录音，还有很多证据。她放羊上听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爸为了他所谓的爱情可是付出了不少，甚至是我妈的生命。不过背后之人的目的如果是为了集团，那我觉得我就得防着那个人了，你说是吧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行白啊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博文，你昨天都没有让我出来见你，真的好想你啊。妈，博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放开呀、啊！你说有什么录音证据？在哪儿？什么录音？我王给苏月亮下药，为什么迟迟不动手？还真他妈产生感情了是吧？博文，你不是说要慢慢来吗？你他妈别给我忘了，你前任的几个老公是怎么死的？不要在我最后收网的关头再给我出什么纰漏！博文，我藏起来的药丢了。什么？你个废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谁呀？这么晚？送外卖啊？可是我从来没点过外卖啊。是你先生为你点的，是一碗麻辣烫。不可能，我根本不吃辣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哎，怎么的？赶紧去操吧。你开不开门？老子今天这个外卖非送到你手上不可。我说呢，怎么这个时候互换？小东西，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。外卖呢？给我吧。外卖？什么外卖？原来是个穿个短裤的小少妇啊。你来呀。去你大爷！妈的，胆子真大，敢来老子这儿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臭娘们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收拾你！臭娘们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老子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你，你给老子记住了，不要惹女人，不管是穿短裤的还是穿短裙的，都不是给男人看的。说，谁把你来的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算打死你，也算一个正当防卫。别打我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真的没有看清他的脸，我只知道他戴着鸭舌帽，戴着口罩。然后他说，今天晚上我只要敢来，把你那个就给我20万。哼，还有呢？真的没有了，姑奶奶，我要知道今天晚上是您。给我50万，我也不敢来呀、啊。这20万你是挣不到了，但是这事儿我记下了，你回去告诉那个人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好，好，姑奶奶，记住了，记住。滚！
我眼镜不能。苏金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老公可是林港小霸王。走，回家。吓得他，怎么又换过来了？就是，怎么又换过来？我心心念念的伏羲升华一直没过。你能不能不要满脑子装废料？现在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这次都有经验了嘛。你明天我去公司上班，你在家带孩子呗。啊，对了，你明天一定要小心苏明，他会来找你。好，看见他是打死他。哦，忍忍啊，老婆，我们看看他后面还有什么招数。宝贝，去洗个鸳鸯浴。滚。苏金白，起床了。老公，起床。苏金白，你这样看起来真的好恶心。起来去上班了。哎，好怀念以前我们的绳子换回来的时候，都不用打卡上班了。你知道我以前有多惨了吧？哎，金白，你今天带孩子出去透透风吧。然后至于辅食的话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走吧。你记得啊，你今天面对宋博文的时候要随机应变。昨天他没整到你，肯定还会有下一招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带默默去看爸爸？我没有爸爸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决定吧。崩溃！苏金白怎么每天有这么多资料要看啊？苏总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苏总，刚刚清河企业的陈总打电话来邀请你今天晚上参加他的酒会。不想去。苏总。在清河企业跟你们公司是息息相关的，这不去不太好。而且我也会陪着你一块儿去的。苏欣白让我小心宋博文的其他动作，难道楚淼淼就是宋博文？好，那咱们一块去。喂，安总。刚刚楚淼淼找我，说清河企业的陈总邀请我吃饭，我答应了。陈清河，那货脑子不太好，连公司都不知道怎么管理。好的，你去吧。你现在在哪呢？怎么说话鬼鬼祟祟的？我怎么鬼鬼祟祟？晚上回去再跟你说啊，宝贝。怎么头发白了这么多？苏金白，苏金白，你最近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吃错什么药了？我让楚主管约了你那么多次，你每次都说在家陪老婆孩子，还跟我说什么有老婆女儿就是了不起，就是了不起啊！少扯淡，来喝酒。我跟你说，你旁边的楚主管对你这片心意，你难道就真的看不见吗？什么心意？他喜欢你，喜欢我。苏总，你不要紧吧？这还没开始喝呢。你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帮你喝。哎，不是，真是个小可人。陈总，就别拿我开圈了。苏金白，你今天要是不喝这酒，你就是看不起老婆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喝不了。就喝这一杯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秘密？就你这样的还有秘密？喝吧你。你有病吧？这酒里面有我阿三伯带回来的好东西，不用谢我，我也算是成全了楚主管的一片心意。陈清河，你脑子有泡泡吧？啊，苏总，没事吧？陈清河，我告诉你，会有人收拾你的。我怎么了？楚主管，不要说我可以帮你，快点扶苏总去酒店。陈总，你到底干什么了呀？苏总，等我一下。苏总，苏总，我们怎么样？不要回家，那我叫车。苏总，我开车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是让你把我送回家吗？为什么自作主张？苏总，
我只是害怕你妻子在家里面知道喝了酒，还被别人下了药。你出去。不要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。我让你出去，是不是没听到？你为什么老这么凶我？为什么每一次我靠近你的时候，你总是这么凶我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说话太大声了。我现在想喝冰水，去帮我买几瓶吧。好，我帮你去买，但是你一定要就在这儿等我啊，哪儿也不许去，一定要就在这儿等我啊，说好了啊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吵完了，要不要我去接你？我在绿景酒店2901号套房，陈清和那傻缺给我下了药，楚苗苗刚刚那个眼神，像是要把我给吞了。啊不不不，像是把你给吞了。我靠！哎，你等我，我先把默默送到你妈家，然后我马上就过来。你坚持住，你一定等我。老公，你快过来。苏新白，你要赶快过来呀。苏总。我把冰水给你拿来了，你不要紧吧？苗苗，谢谢。你把水放在桌上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也挺晚的了。苗苗，你在干什么？苏总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一直都好喜欢你，我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很喜欢你。我刚来公司的时候被组长欺负，是你出手救了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帅，好有安全感。安全感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苏星柏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他有他自己的缺点，他有自己的脾气和黑暗面。我知道你跟你老婆关系并不好，那天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你们在街上逛街，我那时候就很嫉妒。我就嫉妒为什么你身边的人不是我。苗苗，你还年轻，你现在可以暂时不考虑道德问题，可以后呢？以后我可不想要什么以后，我只要现在，只要能拥有你片刻我都知足。苗苗，刚刚你扶我过来的时候，在走廊的尽头闪过的黑影和闪光灯，你以为我没看到吗？苗苗，我不傻，你是受了谁的指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苗苗，善恶都是一念之间的，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你想想你的未来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太温柔了，我更爱你了。这姑娘也脑干缺失？对，就是姐姐。我没事吧，老公？也不是，说这前都说你们在搞什么？怎么来了？我就说跟我老婆心有灵犀吧。你起来，我起来。姐姐，你别误会，我跟苏总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啊，你要跟苏总真有什么？我这个就……哎，姐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只是不忍心。那苏总被人下了药这么难受，楚苗苗，我告诉你为什么苏总他不要你。确实苏新柏他可以不顾礼仪廉耻的要了你，但是你们这段不会世人皆知的关系。一个男人明明知道自己结了婚，有老婆有孩子，还在外面乱搞，这种行为叫什么？叫龌龊。笑我的老婆好棒棒。好热啊！我好了啊，我好了，来，哎呀，陈青，会反的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他这个人没有脑子。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他可以这么没脑子。安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跟你说。嗯。是我想的那样吗？嗯，
但我先说，我真的什么都不会。没事没事，我会啊，我来。哼，老公，我来。哎呀，你都黑黑一个早上了，你不要再黑了。不高兴吗？得偿所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昨天晚上对着楚美马就是一顿输出，还是没能问得出他为什么找他来拍我。开什么玩笑，我要昨天晚上不说清楚，那楚淼淼远远都不会死心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。苏总，嗯，快签吧，财务部等着发工资了。苏总，我能签来吗？啊，苏总，帮我签。怎么了，淼淼？苏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已经没有脸在那公司了，真是。淼淼，你的能力很好。如果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，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可是我不行，苏总，我对不起你的事情不止这一件。我信了另一个人的话，所以请我私家侦探。你昨天晚上看到的闪光灯跟人影，就是私家侦探在偷拍我们。那件事儿，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苏总，我最近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，我好像越来越迷恋你了。你的工作套组，你的一颦一笑，我白天也在想，我晚上也在想。我之前就很喜欢你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最近压的越多。啊！完了！就明白喜欢你，该不会是苏心把身体给我吧？反正我要走了，我就敢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我想开了，以我的能力，以我的学历，以我的长相，我一定会找一个名正言顺的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不过淼淼，你愿意把你背后的那个人说出来吗？我总要知道到底是谁想要害死你。是宋博文。那天你吼了我以后，我就跑到天台上去。他告诉我他可以帮我投报你，所以我就听信他的话。那个私家侦探也是他请的。就知道果然是他。苏总，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他。你放心，我默默呢还在你爸妈那。嗯，爸妈说想多带几天。哎，你怎么穿这么多？发烧了？发烧了。为什么我和你不会身体以后，我要遭受这种罪？你大姨妈又来了、啊？不是吧？不应该啊，应该不是这几天啊。哦，有可能提前了，那只能麻烦小苏总帮我好好接待接待大姨妈了。我今天去买卫生巾，我全买的最好，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女人要对自己好点了。该知道了。嗯、啊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，就是。我为什么除了肚子疼，我这里还胀胀的呢？淡定正常。那你大人该怎么样？哎，别告。你这两天在公司，宋博文还找你麻烦吗？哎，消停了会儿，不过估计是暂时的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楚淼淼他辞职了，说他的幕后之人就是宋博文。哼，哎，果不其然，哎呦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爸爸，哎呦，小苏总，没事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博文，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，给苏远良每日的饭菜里加大了剂量。嗯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苏星白这段时间有点奇怪。有什么奇怪？过段时间就给我一种感觉，
像另外一个人。莫不是什么东西附了身？明天我就去试探试探，真如我心中所想的那样，苏家。哼，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妈妈，爸爸。哎呦，我说你个大老爷们的，怎么这么矫情啊？我现在不是个大老爷们，我是个扎人疼的女人。扎人疼的女人，你老公我呢，现在要上班了。哎，你呢，在家好好等我。如果实在肚子疼呢，就吃颗止痛药，知道吗？嗯。那老公，你要早点回来，别忘了，人家在家里等你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嗯。金满，笑什么呢？笑饿了？没有没有。那宋叔叔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是突然想起来十五年前你送我一个小玩意儿，现在想不起来长什么样。小玩意儿？你看我这岁数也大了，就是十五年前你送给我那个小玩意儿，现在放哪儿了？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宋叔叔老当益壮了，没关系。宋叔叔，你在看什么？不能上我当东西吗？没事。还真不是苏姓白啊，有意思。帮我做件事儿。嗯？你怎么了？这是皱眉头。你十五年前有没有送过宋博文什么小玩意儿？没送过他什么呀。嗯。糟了。哎，他还问你吗？没有，他就问我这一句，我还很好奇为什么突然问这个。那他应该是猜到我的身体情况。新白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平时笨手笨脚的被他发现了，我不是有心的。是。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的话，那你等我那一边走了，你补偿补偿我。没个正经。今天赢这么多，赚大发了。哎，张一静，赢了钱就想走，不合适吧？咱们继续啊。哎，浩哥，今儿就算了，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呢。就一会儿。啊，来。你怎么回事儿？哎，你这一晚上不回来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放心，快过来吃饭。哎，你不是不吃包子吗？这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，妈妈，没事。就等你回来呢。这昨天呀，人家拆迁办的人就来了，问咱有什么要求。这你也不在家，就给你妹妹打电话，这。你妹妹有气无力的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从头听到错，对不起。这怎么了？沈安心，你这又干什么了你？我昨天本来是赢了的，但是他们不放我走，他们非要拉着我继续跟他们玩。你又去赌博了，沈安心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？说说吧，这次又输多少钱？五万。五十万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到底多少？你想干什么呀，张鑫？五百。这次欠下了五百万。妈。我告诉我了，我把家里房子抵了，我想着不是要拆迁了。回来。嗯，然乐，你什么造型啊？然乐。哟、嗯哦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哎，你呢？客气。喂，妈。什么？
我们马上过来，快快走快走。怎么了？爸进医院了。什么？沈丹心，你已经30岁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要把爸妈气死才甘心吗？苏新白，好妹夫，你求求你，再帮我这最后一次，真的最后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再也不赌了，再也不赌了。这些话我听了多少次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够了，你看看你现在就什么样了啊！人家苏新白那可是安乐的丈夫，人家没有义务一天到晚收拾这些烂摊子。可乐，我还不知道呀，人家私下里纠结过你很多次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生气啊。为了这件事儿，谢凡是你知不的。没办法，谢谢你，真是对不起你。这些年，你私下里纠结了他很多次，可是这一次，我不希望你插手，我再也不认这个闺女。妈，闭嘴！你赶快跟我出去。什么事情之后呀，看见你更伤心。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500万，那可是500万呀！你姐呀，他把房子都给他带出去了。好了，不哭了吗？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这房子呀，我们也不要了。这钱呀，我们是有多少给他还多少，剩下的呀，就让沈安心啊，他后半辈子自己去还吧。妈，听我跟你说啊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和苏新柏来照顾爸爸，你和孟某去我那儿住。至于姐姐那边，我们该帮还是得帮。妈，你就听她的话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求求你们了，让我进去见见周哥。滚滚滚！周哥让我给你带一句话，房子他这两天就会去收。至于那500万，给你3天时间，要不然你知道周哥的手段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吓唬他了啊！你们先下去跟他说两句话。哎，这不是我们沈家去。秦哥，要不是昨天你让我继续赌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沈大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。咱们这个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，你要是不愿意进去，我还能逼你不成啊？你给我滚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别说秦哥我不给你面子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到钱，还没有付任何利息，去。带我去。宋总，这位沈小姐有求于你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沈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？就给宋总说，宋总家大业大，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肯定会帮助你。啊，你们聊。谢谢秦哥。宋总，我今天来找您，其实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，能不能帮我要回那500万？大概我们家的房子要回来，要不然我爸妈会无家可归的。那你为什么觉着我会帮你？刚刚秦哥还说了，您是个大好人。当然我知道，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嘛。您只要能帮我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是吗？哎呀，这秦浩叫来的人，我也不好不帮。这样吧。我分3天给你汇500万，现在不能大额汇款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知道，谢谢宋总，谢谢宋总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啊，宋总啊，那您需要我做什么？
哎，这个就不用了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你用什么方式回报我。这样吧，你给我留个电话，我什么时候想好了呢，我什么时候联系。哎，这鱼儿上钩了。那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好。那我走了，别担心了，钱的事儿还在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公司的钱是不能挪用的。那我们存款是多少？苏清白，你已经帮我姐太多次了，这500万不能再帮她还了。而且赌徒的话是不能相信的，他每次说不赌了，结果是。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爸妈的房子弄回来，至少他们有个好一点的去处。我只是不想跟爸妈难过。知道，那就不帮了好吗？回家。远良，这是我去医院给你开的药，我手着熬出来的。远良，赶快喝。小叔啊，谢谢你。这么大热天的，还让你到医院给我开药，客气了。小叔，有时间了，咱们去把结婚证一领吧。你这样跟着我没名没分的，我很内疚啊。结婚？远良，其实我天天能陪着你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其他的什么也都没想，更何况现在你身体这样，等咱们身体养好，咱们再一起去好吗？哎，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妈，别跳！啊，别送！苏清白，啊，苏清白，爸，爸！你又做噩梦了。没关系，是梦来的而已。我又梦到我妈自杀时候的样子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我一直看到我爸在招手跟我说再见。要不明天陪你去看看你爸？不去。苏清白，其实你还是很担心你爸的，对吧？虽然他做错事了，但是他始终都是你爸，听我的吧，明天去看看他。不想看见那个女人。苏清白，你可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更何况现在你是我，如果他敢惹你，你岂不是更方便？嗯，明天去看看他吧。好。爸，安乐，清白，我们带着默默来看你了。哦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不能来啊？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欢迎欢迎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。不用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好啊，期待小猪阿姨的手艺。嗯，你在打草惊蛇。哎，新来啊，我能抱抱孩子吗？啊，好啊。哎，爷爷抱抱。哎呀，哎，看看我默默越长越好看了。要是他奶奶能看见的话，不知道该高兴成什么样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当时我妈自杀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就行？我知道我有错，林墨死了以后，我会向她赔罪的。妈，月娘，你这咳嗽又严重了。啊，我没事。啊，你去给我把药找来，我喝了就会好。好。远良，你的药来了。你生病了？啊，最近一直胸口不舒服，还咳嗽。这小猪啊，就找了最有名的医生给我开的中药。名医开的药？那怎么喝了还一副病人样子？小乐，少说两句。
可能是我找的医生不够好，我明天再去找几个。死你这！默默，改天爷爷给你买个金的长命锁好不好啊？你自己留点养老钱吧，真以为自己买了3000万的房子，还有多少底呢？这位阿姨，我爸给你花钱买了3000万的房子，你回礼了吗？我们家是生意人，讲究有来有往。还没有。那合着就是吃苏家的，住苏家的，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啊！王乐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那小庄阿姨每天尽心尽力的照顾我，怎么开口闭口就是钱呀？请个保姆也用不了她这么多钱吧？她是保姆？她的确不是，她是有名的毒性动物。安乐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，得罪了你，但是你不能这么侮辱我呀！小庄阿姨，默默在睡觉。星柏，你看看你娶这媳妇儿，我明明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处处针对。王乐，你们今天带着默默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但如果你们今天是来找茬的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星柏，你就是个你这里。再办。你知道你今天干嘛了吗？我原本是想维护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，可结果呢，更雪上加霜了。不是，你看我爸维护那黑寡妇的样子，我妈活着的时候，他从来就没有这样维护过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愤怒，可他毕竟是你爸呀。我也知道你讨厌小猪。可是你也不能这么跟你爸说话呀，而且你想想，你进公司那会儿都是你爸一手一脚带出来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我看到他，我就想起来我妈当时跳下楼那个场景。好啦，我知道，没事的，会过去的啊，你需要点时间。喂。博文，石安乐和苏星柏今天感觉不对劲，他们一定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有我在，你慌什么？算一下，苏有良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，到时候我给你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都听你的。石安乐，苏星柏。是你们逼我，沈安乐，你今天这么胡说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这黑寡妇是怎么来的。妈，你看，这是你做了什么？妈，我有个朋友啊，最近发财了，他说可以先借我500万，让我不着急还。他着急了。你还有这样的朋友？妈，瞧不起谁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关你的事儿。你既然不愿意帮我，就别问这钱从哪儿来。这么快找了这么多钱，你哪来的门路？你借高利贷了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。这500万呢，从哪儿来的？你也别问了，反正。我又不是问你要的，庸家少爷。小安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不要报仇，人情债更难还。哎呦，然了，我看你要么还是先管好你自己，操的我什么心？小主阿姨，这怎么可能？行。我马上过来。妈，这几天麻烦你照看一下孩子，沈阿姐照顾我爸。受什么伤？你先冷静听我说。小猪说。说什么？
你爸过世。我曾经想过很多次你的结局，你可能会被这个黑寡妇克死，也有可能我会原谅你，帮你赶走，然后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一起谈天说地。但是我还没有原谅你，你怎么就突然走了呢？爸，爸，爸。爸，远良，爸，远良，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我起床做饭，我就去上楼看，这么一看，这远良就再也叫不醒了。你怎么就走了？爸，爸，马上报警。什么？我说马上报警，有问题吗？黑寡妇？什么黑寡妇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竹啊，你别怕，即便是到时候苏星百和沈安乐说出要失职这样的话，也不打紧，这个药没法长久。安乐，我理解你，因为伤心过度才是胡言乱语。但是你说的什么黑寡妇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不承认没关系，等法医尸检报告出来，我一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清白，你后悔吗？那天在家里和爸吵了起来。后悔？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早点骂醒他。我都没跟他吵够了，他怎么就走了？你看，他是惊心动魄的爱情不要了，儿子不要了，孙女也不要了，全都不要了。你还有我呢。你也会离开我的，对吗？我知道，从我们身体互换的那天开始，这是我强行把你留在身边的。不是的，不离开你，也不会离开你的。安乐，不要承诺我，知道我做什么吗？清白，我真的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不要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样子我很担心。出来，出来会好一些的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法医那边有结果了吗？这是报告。突发心梗。对，当初我们猜测爸是被小竹下药害死这件事情不成立，但是或许是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这个药物法医他检测不出来。宋博文，小竹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心有所依。博文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这苏远良的样子满脑子都是。怕什么？你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，如果不出现在灵堂，那岂不是可惜了？我不敢去。那沈安乐的眼神
像是想要刺死我一样。好了，我先过去，你等会儿出去啊。你就说你在给苏远良收拾东西，你苏远良火化了以后。宋博文，你把人都喊错了。我听说了，远良的身体呢，我就一直担心没发生什么，所以每次到寺庙的时候啊，我都会替他祈福。祈福？祈的什么福啊？折寿的那种吗？安乐，我知道呢，这件事情发生的很突然，你们也无法接受。但生死有命，有时候一个人的离开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。那哪天我也让你解脱解脱如何？元亮，你怎么一个人就走了？你把我留在这儿我该怎么办呀？闭嘴，你可千万别哭，我怕你的眼泪脏了我爸脚下的路。正好今天你们俩都在，我就说一句话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哦，阿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自问我这个当叔叔的还能对得起你们吧？我什么地方招惹你们了？让我猜猜看，你接下来会把你的老情人送出去吗？不过没关系，不管你把他送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他。哦，对了，当然还有个地方我肯定找不到，阴曹地府，是八层地狱。他这是和我说话吗？阿乐，我跟这位女士从来都是不认识的，我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也许是你受了刺激，悲伤过度才这么说的吧。好，我可以理解。行吧，公司那边呢，这几天我会帮着你去打理，你就先安心办完家里的事情了。裴寡妇，你不妨大胆猜一猜，你的老情人接下来会把你送到哪里去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和宋博文是怎么合力谋害宋宝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可以在宋博文把你送上黄泉之前通知国际刑警，你在国外做的那些事儿，人家家人还等着呢。要试试吗？那个呀，安乐，辛苦你了，这两天一直忙上忙下。我们是夫妻嘛，没事。那小朱那边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他以为自己喜欢的宋博文是什么好东西。博文，这苏远良已经火化了，你什么时候送我离开？那沈安乐好像知道了很多事情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小叔啊，你跟我多久了？18年了。18年？哎呦，这么快就18年？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这么火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你算是我的妻子。可你从来没有说过要娶我的话。小竹啊，你知道我这一辈子呢都没打算结婚。咱们两个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好吗？好。
博文，我可以不让你娶我，但是你得保护我。那沈安乐，他那个眼神看着我，让我害怕。我知道你害怕，我知道你害怕。我今天就送你走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别送我走。出来了。什么出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博文，他是谁啊？他就是来送你走的。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给你找的男人，保证让你……宋博文啊，我怎么到今天才发现你竟然是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我到底是怎么对你的？你是真的想欺负沙流了是不是？真他妈是个畜生！你任何的秘密，我都会救你。放开！哎呀，你这声音这么难听，太刺耳。这一辈子呢，该享受的荣华富贵也享受过了，知足啊！你呢，对我已经没用了。宋总，我处理他，处理干净些，钱我会打给你的。你怎么在看相册？嗯，来，我一起看。这是你呀、啊？你小时候怎么被妈妈打扮的这么土？嗯，以后想能把我打扮土一点，都没机会了。清白，我哭了。安乐。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以后我就是不想管了。清白，我是孤家寡人，你还有默默，还有我，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不会是骗我？不会骗你的，顶天立地的苏清白怎么能哭呢？不哭不哭。签吧，苏总。这些都是你没来的时候需要签字的。怎么又这么多啊？等下还有五个会议需要你参加。还有五个？啊，苏清白，我忘了。哎，苏总，我进去忙。二十分钟后会议室等你。好，去吧。怎么了？别说了，你这个一坐还真挺像个霸总。别闹，说正事。小竹确实是失踪。从灵堂出来的第二天就出门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当天晚上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从宋博文那儿拉出来特大一行李箱，果然还是被苏清白料中了。微微，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一下你去调查一下那个男人，以及小竹的尸体是怎么被处理的，这些可能后面都有用。这你交给我吧。哎，不过你说这宋博文也真不是个东西啊，就为了让你们查不出苏伯父的真正死因，他能搞出这么大一串连环赌局来。现在我和苏清白最担心的是宋博文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，最近我们身边太多奇怪的事了。行，反正再有什么事你找我吧，我跟你聊了。微微啊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宋总，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别这么紧张啊，今天啊的的确确有一件只有你能办到的事情需要你办。啊，宋总您尽管吩咐。我听说呢你有一个小侄女，长得特别漂亮，跟个洋娃娃一样。我也知道苏兴白今天会去你们家把孩子接住，
我呢，想明天在我这个地方看。孙总，默默是我亲侄女，我不能干这样的事儿。当然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只不过，那500万和那个房子，你得还给我。沈安心呀，沈安心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天底下有比宋总更好？不就是让你偷个孩子吗？对不对？宋总可是替你还了500万的讨债呢。宋总，如果我把默默偷了来，沈安乐知道，他一定会杀了我的。你只要悄悄的，他们怎么知道是你？对不对？你再考虑考虑。再给你1分钟时间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陷进了宋博文这个人渣的计谋，真是他害的。可笑，我竟然总偷不进去。哎，这就对了吗？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我的小宝贝。好啦好啦，把默默放下吧。玩一天了。默默，这两天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呀？哎呀，我女儿一下怎么这么好看，这么可爱？哎，合着以后有想要嫁人的了？嫁人？没什么要嫁人，我的女儿绝不可能嫁人。我要守她一辈子。婷婷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呀？那本来就是吗？我也不可能同意默默嫁人的。谁要敢拱我女儿，我就给她捏了我。哎呀，你这是什么中介女儿控啊？哎，那干脆这样。这样好事成双，儿子可以随便结婚吗？我听出来了，合着你就是一个重女轻男的家伙是吧？我才不生。默默，明天爸爸给你比最爱吃的芒果。受不了。阿姨，能帮我捡一下球吗？好，谢谢。客气。默默，喂，怎么了？不见了，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马上回来。默默是怎么不见了呢？你报警了没有？我报警了，笔录也做了。我刚带默默散步的时候，有个小男孩让我给他捡皮球，捡完皮球默默就不见了。监控呢？监控你查了没有？这片区域的监控坏了。那我得去找。哎，小区我都找过了，都没有。行吧，你是怎么带孩子的？我带孩子的时候，从来不会让默默离开我一秒钟。哎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小哥哥。默默还这么小，他背我不行呢。你别在这废话了，我们去找吧。默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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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默默，默默，好，今天来到的茶园。嗯，默默，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抱着孩子，大概7、8月大，特别可爱。要不要问一下爸妈那边的消息怎么样了？妈，妈，默默，默默，默默，
妈，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妈。你说我们不能只在这干等着呀，我跟你爸看能不能帮上啥忙的。妈，你跟爸先回去吧，爸刚出院，身体也不好。我们已经派其他人出去找了。你看，安乐、辛大，你们别太难过了，咱们一起再想想办法，再找找。走，那去，走走。这张是默默满月的时候，我带她去儿童照相馆拍的。摄影师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朋友。这一张是她三个月大的时候，那时候特别爱吃手指，手上全是口水。啊，我呢已经派人去找默默的线索了，你去睡一会儿。我现在闭上眼睛全是默默的画面，也不知道抱着默默的那个人有没有给他喂奶，有没有给他做辅食，他冷了怎么办？也不成了，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不要这样。真可爱啊。这个孩子过两天我会送走。宋总，您要把默默送去哪儿？这个呢，就不是你该打听的事儿。当然，你也别想试图着告诉苏星柏这个孩子在哪儿。知道了吗？宋总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们把孩子送回去好不好？我妹妹和妹夫他们一定找得很着急，您要是想惩罚他们有的是办法。在我的世界没有什么无辜无辜，只有成王败寇。我不，你说这谁把你抱走了？你的外婆可怎么活呀？妈妈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们要相信公安机关，好不好？阿欣啊，你说这是哪个丧尽天良的？把我的默默抱走了。这个宋子真是舍得通天，竟然能把小区里的监控搞坏。离婚协议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我是问你，这个时候跟我离婚是什么意思？我做错了事情，反正现在你用的是我的身体，我们也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离婚以后，房子、公司都是你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要去找默默，找不到他我不会回来的。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出了事就想跟我离婚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辈子你都不可能跟我离婚的，想都不要想。可是我做错了事。我昨天声音是大了一点，不过你也是好心做错了坏事，我不应该把怒火发泄到你身上。不过后来我想了想，这该不会也是宋博文的阴谋吧？宋博文？对，你想想，自从咱们交换身体以来，宋博文是不是处处都在试探我们？而且他还知道我们交换身体的事情。你想想啊，从程百合到楚苗苗、小竹，再到爸爸妈妈，这一件件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，好像跟宋博文都有关系。对，
我妈就是看见我爸跟小竹在一起才出事。程百合、楚淼淼，包括小竹，这些人都跟宋博云有关。对，对，一定还有我没想到的事儿。你姐姐沈安心，沈安心，她当时欠下了巨额的赌债，没过几天就把钱还了，她哪来这么多钱？会不会她欠下的这笔赌债就是宋文革的鬼？那我们现在去找沈安心问个清楚。走，走。哎，这不完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是默默消息吗？妈，沈安心呢？安心，出来，齐柏他们来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。沈安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犯什么病？你这样看着我？沈安心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赌博和要回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不说了，我一个朋友借给我的。还不承认？那我只好去找宋博文了，我要问问他这个慈善家是怎么了。什么宋博文啊？我不认识。妈妈，你看看沈安乐这个疯子，默默失踪了，他跑到咱们家来闹。沈安心，不要说我们没有给你机会，你真的不认识宋博文吗？我说了，不认识。微微，告诉他。我已经通知警察了。小竹的确是被宋博杀的。那个杀手喝了点小酒，把什么都撂了，我还砸了笔钱报销啊。微微，你再告诉我清姐，小竹是怎么死的？他呀，他先是被人用一根绳子活活勒死，然后被切成一块一块的放进行李箱，然后被人带到海边扔了下去。你也想这样死掉是吗？沈安心，究竟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把默默抱走的？你个畜生，混账！默默究竟在哪儿？扔扔下去。我一直以为你骄纵好赌，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没人性。现在给我滚！从今天起，没有人是女儿。妈，是我知道错了。妈，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赌。相信我了，妈。相信你。我们和你妹妹妹夫相信了你多少次，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啊？你又回报了我们多少次啊？我和你爸没把你教育好，那是我们的错，你触碰了法律，哼，我和你爸绝不放过。我要报警，让警察把你抓走。妈，我是你女儿。默默，就是他。苏总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报警了，那个宋博文走不远。好，咱们先找到默默。开门，查水表。啊，查水表？昨天不是才有人来抄了吗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劝你赶紧把门打开。你知道你现在给犯罪分子做事吗？你现在把门打开，那或许会有好一点的结局。快他妈开门！不用打电话，我找锁匠开。孩子呢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他妈问你，我孩子呢？在里面。滚开！默默，默默，默默。我对不起，知道你弄丢了。默默没事，救了我的命。非要搞个宋博文，自己失望多。你知道宋博文怎么了？他这个人特别狡猾，我的人查到他至少有七八个家，七八辆车。
不过我带他每辆车上都装了 GPS， 今天晚上移动的只有一辆，他在玫瑰山庄。我送你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微微，你先把默默带回去吧。注意安全，辛苦了。嗯。宋总，咱们快走吧，苏静把他们找到孩子了。咱们的人说，看见他们在小区上了另一辆车，现在来咱们这儿。他们怎么知道我这儿？咱们找那个杀手已经落网了，肯定是他什么都招了。而且，小竹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证据？不能凭一张嘴就说是我做的。宋总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先走，我呢还有别的事。宋总，我让你先走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宋总，那你忙完了，哪天发现系统？不等。找我。我也想会会你，集团我的活你们也别想得到，我要让你们全都死。他们给这家伙跑了。宋伯伯给咱们留了一句话，请找我到车库。要老子的，让他陪葬！安乐，你醒醒！安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需要你这么做。你还在这儿跟我做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互换了身体？宋博文，这次真的是我。叶坤，宋总，再打他就死了。苏行满，这你就受不了了啊！不妨告诉你啊，你妈就是我害死的。我只是让小竹轻轻地勾引了一下苏元良。你知道苏元良怎么死的吗？是我给小竹拿了一些检查不出来的慢性毒药，天天放在他的饭菜里。王八蛋！难怪法医查不出来。宋博文，你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们苏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？当年我和苏远良一起创业，我们持有相同的股份。你爸爸做了些什么？联合其他元老排挤我，暗中收购股份。我把他当兄弟，他把我当条狗。你胡说！我爸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你心术不正，当你拥有其他股份的时候就会乱来，所以我爸就收购了其他的股份。无所谓了，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了，你还以为我在乎那个狗屁集团呢？那个狗屁集团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，我要的是苏家人的命。你先生，再是你爸
然后呢是你孩子，现在你老婆也死了，你我这一辈子够了。等会儿警察就会来抓他，他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现在你应该先把太太送到医院。对，先救安乐，先救安乐。宋博文，我可以不杀你，法律会制裁你的。宋博文，我等着看你的结局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呀、啊！安乐，医生，你们要救救他！安乐，医生，你们一定要救救他！安乐，没事的。安乐，安乐，安乐！今天默默乖不乖啊？乖，你女儿全世界最乖，天天尿为生。哦，是吗？不好意思。安乐今天体征怎么样？已经三个月了，也不知道安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今天大转查说安乐他可能不会的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等他醒过来，就能听到默默喊妈妈了。妈妈。妈。你跟他再说话，你再说话。你呀、真是个小懒猪喽！睡了这么多个月，默默都没你能睡。对了，今天沈安心和宋博文的判决书下来了，宋博文被判了死刑，沈安心呢，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。我今天还去看他了，30岁的人了，头发都差不多白光了。他还跟我说，等他出来一定要好好赎罪。你说我要不要原谅他呢？可是他毕竟是你姐姐嘛，我想还是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安乐，你说你睡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醒不过来？哪怕是你醒过来跟我吐吐嘴也好啊，你会起来的，对吧？苏总 ，surprise！ 楚淼淼，苏总，我这次啊可是经过咱们公司考试，堂堂正正进来的啊。不过我在外面经商了那么长时间，才发现还是咱们公司最好了。你那时候不是走得很决绝的吗？那是那时候，好不好？不过我现在是来找男朋友的。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男朋友是谁啊？是苏总。淼淼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来报道的，我没告诉你，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你们处对象了？哎呀，苏总，吼你个周放，动作挺快呀、苏总，是这样的，当初他不是失恋了，我怕他想不开，本着同事情谊，就约他一起出去爬山什么。后来你们就在一起了，动作挺快嘛。啊，不过苏总，我们绝对会公私分明，在公司里不会有什么过分的情况。哦。对了，苏总，出大事了，你快去医院看去。医院。爸妈，安乐怎么样？安乐，你醒了。安乐，大叔，你干嘛呀？上来就摆弄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我才16岁。16岁，我大叔。爸，你要神经病，他们也是。安乐，浩博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变样了，我也要好好保养。哎，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？2010啊。2010，今年都2023年了，你都29岁了，不是16岁，你孩子都快满1岁了。哈，这位大叔，我是看你长得帅，我不想跟你。但是
你要这么说年龄的话，那我可就生气。兰兰，我们还赶出去。韩乐，他真的是你老公？你跟他结婚都好多年了。你听听，我真是你老公。不过我的理想型不像你，我的理想型是像肖战一样的大叔，我要跟他结婚。你要是跟肖战结婚，十辈子都轮不上你。我正好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你能平平安安的醒来已经很好了。不过呢，你还是不能跟肖战结婚，无论哪辈子都得跟我在一起。哎，肖战是2010年的明星吗？苏欣满意了吗？这么好啊，你个老公，我觉得这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一场梦了。不管是我们互换身体，还是我昏迷了这三个月，都发生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像一场梦。在你昏迷这段时间里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什么时候醒过来。不过想想也后怕，要不是咱们身体互换了，说不定你就不是我的。唉，感谢老天。不是，你得感谢我。感谢我和你生死相依，虽然我是昏迷的，但是你说的话我是能听到的。谢谢安乐能够醒过来，不然我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们还会互换吗？那就不必了吧，当女人多累啊，你还我穿内衣。我都说了不穿会下垂的。那你大姨妈也太难伺候了吧。行，那你直接就说不爱就行了。换。咱们换好吧，我跟我老婆互换身体。说好了。说好了。看，噔噔。哇、哦，你这几个月把家里打扫这么干净，可以，值得表扬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弄完还会喊我妈妈。这几个月都在家里喊妈妈，不过你该怎么感谢我？那。怎么感谢都行啊，身体力行最好了。进来，起床。哎呀，今天周末又不用上班，让我多睡一会儿嘛。起床！莫大人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做早餐。嗯，你自己看。你阳吗？你没发烧？你睁大你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怀孕了？这是验孕棒吗？你怀孕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算过日子了，就是结婚纪念日那天怀的。我是不是那天跟你说过，老婆没有安排他了？老婆，你那天太漂亮，我没忍住嘛。啊？你现在怪我？怪我了是吗？怪我了是吗？没，老婆，你看。咱们已经有个女儿了，再生个儿子的话，一子一女凑成一个好字，好事成双嘛。唉，不过是女儿就更好了。男人打电话呀，炫耀啊，报喜。喂，百薇，安乐她又怀孕了。是啊，唉，也没有这么厉害了，就一般般吧。又不是你生的。哎呦，新白呀，你能不能坐下来？你看你这来回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我眼晕。妈，我停不下来，我想到安乐在里面，我心就慌。苏新白，你来生。哎，妈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安乐好像在叫我。哦，你是太紧张了，你出现幻觉了吧？这哪有人说话呀？苏新白，老娘不傻。安乐真的在叫我。哎，苏总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叫我们？没事吧？啊？老婆，你辛苦了。老公宝贝，
老公，你醒。安乐，安乐，你醒了。老公，谢谢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不是女儿吗？是儿子哦。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，居然是个儿子。噩梦，这一定是噩梦。安乐。我这安乐，你还得喂奶呢，你苏星白，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儿啊？苏思远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一把大刀四十米，而一个冰箱却是四厘米呢？因为我经常听妈妈说。你信不信我抽出四十米的大刀来砍你？你沙乐，你笑什么？尤其是还有这个啊，三加三加三，明明等于九，为什么等于一？我就九个一啊。我一什么啊？我还在招手神了。找我的狼牙棒。爸爸，爸爸。啊，默默。今天好想你，默默走路也在想你，上课也在想你，吃饭也在想你。刚刚我用你给我的零花钱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小蛋糕，因为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哎呦，默默真乖哦，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哦。还有，爸爸给你的钱呢，都是你，不要给弟弟。苏星满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都把默默宠成一个小霸王了。啊，哪有啊？姐姐还经常打我呢。爸爸是弟弟不乖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只能跟他讲道理。苏墨这个骗子。啊，姐姐说的对，姐姐说的对的。都睡了吧，那两个小东西。嗯，好不容易睡着了。苏星白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不可以那么偏心，把所有的爱都给默默，思远他真的会吃醋的。可是想到当初你和默默差点离开我了，想想就很难过，我现在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给他。思远还是你生的呢。那我努力努力。嗯，老公，现在怎么样？自从思远生下来以后，你不仅要忙公司的事，而且两个孩子的教育都是你在负。说什么傻话呢，我们两个都是夫妻，而且你现在有自己的事业了，我也为你感到骄傲。全世界最好的苏星白。全世界最好的什么了？梦幻了。